然后插入需要把网线拉过来插上去，然后如果你要就像我们电脑一样，如果它是分配的一个 IP 地址，那你就需要用电脑去改里面的 IP 地址，也要去识别它嘛。如果它是自动获取的话，直接插就行了。 WiFi 的话就是需要搜索那个 WiFi， 然后去把那个密码给打一下，也是要用电脑去搜索的啊。就是因为这个就流量卡可以插上去就能用，就简单一点，到时候有网线的话或许我们再那个。然后现在就是已经连接好了，这个我们就去看演示一下，就是我们把这个平台的这个功能介绍一下。然后这 APP 是下载好的，自己下载的啊。到时候如果是那个苹果的，就是直接；如果是那个安卓的，到时候就是可以让他们分享给他们，也有个可以推送分享嘛。他们如果谁想了解的话，要想说的话，那我们就比如说先进去吧。进来，它这里我的记录就一台，因为刚注册的账号就绑定了这个，它就随时扫一下就可以加一台，无限加的啊。像我们那个没有限制的，对对对，只要有加云的，只要是云的，有通信器，只要是通信，然后那上面有一台嘛。